这个呢啊，我的新疆铁粉他最近来广州旅游，好吧，刚好我也在广州白银，他来找我 OK， 然后他说他想线下让我教他一首核弹流，刚好来，那我就教直播间的伙伴啊，再刚顺便线下教他 OK。 八旗阴沟我们看阵，很好，像这里呢啊有一个吹风机阵吹啊，我们可以选择侧飞，但是侧飞它也会吹到，那如果说被吹到，我们刚好这个是两进向无影线，是有一个冰冻的，我们可以动它，那它这边有一个毒药塔，这边没有，但是它有两个炸弹塔，其实还是中间最安全。好，直接正飞，对，这样手速一定要快，你知道吗，手速一旦快姿势就帅了，懂吧。好，冰冻冻住，金身，金身一给 OK， 单手操作。好，这边下去有八个，哎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哇靠，忘记他毒药塔了，哇靠你呀，子的，咦，哇靠，还来个迫击炮，你什么意思，哇靠，完犊子，没事没事，顶住了顶住了，没事，再续，还剩下一小部分操工，能爆本吗，再续，哎呦，哎呀没爆，我靠，两个多头还没带走，完了，又是一把黑三局，给个泰坦，没事，别激动，别，没事，就说如果说我们遇到意外的时候要保持镇静，这样才能有机会翻盘，就是说如果说你一旦失误了你还很紧张，那怎么办，换来的只有黑三，我们要保持冷静，看一下还能怎么补救，手上还有个闰土，不要换。Something from nothing.